这个是大盘啊，这个闺女啊，这个是就他老人有。来来来，小姐，欢迎啊！嘿，你挺大方啊。两家这腿啊。等我后面，坐这儿去，他坐这儿去。冷啊，坐这儿特别冷。冷吗？你这手机不暖。啊，你几岁了？八岁啊，那该上学了。上一年级。三一年级啊，在哪上呢？幼儿园。家几口人？五口人。家里五口人。你是哪人？这是我父亲。两个小孩。闺女多大了？16了。16了。那你上中学了？上初二。上初二，在哪上的呢？在石江中学。就在这个石江，那你怎么每天是来回跑啊？每天骑车。骑车。骑车的还方便，骑车到学校走路呀，就这样子。骑车还有一个小时啊，15分钟。15分钟就到。15分钟。骑车就。家里承包多少地啊？家里承包地有1亩多。1亩多地啊？啊，就是还有2亩多地。听说环境是那就种树了。啊，就种好树。种的什么树？种的板栗。你们这个圈好像都是这个板栗树多。板栗树只有1亩多地，种的什么呀？种的玉米、大田。都是大田。啊，都是大田。其他还承包果树没有？承包了果树了，像这个是这个也是就大了，那就是投资承包去吧。等着孩子大了以后，这日子不是越过越富裕吗？承包的果树那是。就现在是，也是板栗树啊，也是板栗树。那一年大概去年大概收多少？就2天就开始收益了这个。这个先除了这个种地以外，还干点别的吗？常年就是在外打打工。打工啊，这村里边在外面打工的人多吗？也有一部分啊，就是个人有承包果树太多，他忙不过来就不打工了。像我这地树啊，他也得给我管理了。我就可以说打打工，增加一下咱们家庭收入。对，现在这个县城周围这一片，这个搞基建项目挺多，打工的机会还可以吧？还可以。啊，我们乡镇子上，我们这乡镇长，有时候这个你看，从果树方面给我们推广一些新的知识啊。像我们这个没什么外打工的，估计不多了，给我们安排一些工作了，就是干点我就咱们家庭收入这块。打工大概一天能挣多少钱？现在呢？一天挣这么。30-40日的吧。他是一技工，瓦工啊，他有技术，技术还是不一样的。对，这村里面整个打工人多不多？什么？我这村大概是将近3万的，40多，一共收入多少？有7-8千块吧。7-8千块。那生活上还有点难处吗？没什么困难，有咱们这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加上我们自身的努力，已经把这个就没有了。谢谢您关心。不，我们说实话，有难度就说难度。是，这个老玉米面的也是新兴饭了。闺女上学大概去年这个花多少钱？花去年大概多少？交了都上学了去。去年夏天她不是，这个升初二了吧？升初二你交多少钱？闺女你知道不？700多。700多。700多是包括什么书啊、本子啊，这都在内吧？连校服啊，他这一就是包括在内，都在内啊。连校服，也是包括什么书本什么都在内吧？全在内。这个刘系同志看起来还是高高，但是这里面是咱们整个这个就是教育部门规定的那个就高呢，还是说他们这个？不是，他是各种各样费用可能凑在一起的。因为他是个什么？你没有中午不是在回家吃饭还是在学校吃饭？回家吃饭。这就不包括那个。不包括伙食。不包括伙食这些东西的开支。大概学杂费。光是学杂费。现在杂费是不是免的？你知道吗？校服，包括校服。免了是吧？书本费。书本费还有，乱七八糟的。乱七八糟。药费。还有医药费啊？如果要有病可以。有病可以去那就是可能那种医疗保险用的了。他给学院可能上了医院可能医疗保险。冬季也可能还有什么取暖吗？可能医疗保险。冬季也可能还有什么取暖吗？
咱们还可以再规范规范，再了解了解。就是这里边，如果说是合理的成分的，哪些该收的就收；不合理成分的，该砍的、该剪的还得剪。好像义务教育应该，就是，我就说，因为我问他们这个，他们都是讲的初中啊，对，初中都是讲的初二，应该减一点，还是属于我们九年，应该减一点，偏高一点啊，偏高一点，还是属于九年义务制教育的。啊，洪总，我再调查一下，好，好不好？就这个收费的结构啊，报一个东西给我们看，对，分分系类，哪些？这个孩子们现在还这个小了，孩子小，把孩子培养出来，这你的负担就减轻了。我是现在就足够的，就是这个各级政府的这关怀，有您这总书记的给我们这好，我们好政策。我不是原说的有点组织不好啊，您这个也，这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好。就是从这个总的来讲啊，现在党的农村的这个扶贫政策，大家都非常的拥护，非常欢迎。而且确实呢，给我们创造一个条件，就什么呢？就是说，你只要是，发展经济、发展生产，还是有各种各样的致富门路的。你说你刚才讲，你说你现在打工，实际上打工的收入比你在家里这个现在种了在这个几亩地的收入要高。还更高。这个是，那么现在因为什么？我们人也多，因为他们家为什么只有一亩来讲？可能那个时候承包地的时候，那讲。他有这选择，我这想法还没改。那管承包，他又岁数大了，太多了，忙不过来。因为咱们把这包承包果树这块，果树包挺多的。果树包挺多。果树包挺多的。他的这个村里面，说你们现在除了这个，就是这个种点大田呀、这个山上这个果树以外，村里面还有点什么其他方面？还有点养殖业。这个养牛，这饲养这块，羊这块，养牛养羊的多不多？养牛的没有多少，就养羊的才多。养羊的多，都是肉羊这块，都是饲养圈养。因为咱们稻林这块就得为了保这水啊，肯定就是圈养，对，都在饲料喂。对，都是保这。你们家养的羊吗？我们家没有。你家没有？因为你在外面，主要在外面忙不过来。好啊，我们这是快过春节了。今天我们几位，北京的市书记，那你们的那个市长在这儿，你看这几位我们的这中央的这个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中班的主任王刚同，部长，再有我们民政部的部长，各地采办主任，再还有国务院扶贫办的主任，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啊。谢谢。也知道你们家现在啊，吃饭不成问题。但是日子啊过得还是比较紧张，我们也知道啊，但是相信啊，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啊，你们家也是，除了经济发展以外，当然孩子大了，他们也自立了，将来你们家日子也会越过越好，越过越好，越过越好。当然，我们今天带点慰问金啊，这个作为过春节了替补一下，希望你们过个好年。我三位，我参加。谢谢董书记，谢谢各位领导，谢谢对我们的大力支持，谢谢。好，带你们全家，你看给爷爷，谢谢胡爷爷。给爷爷拜个早年。拜年，爷爷过年好。祝爷爷身体好。好了。我也知道啊，这个中央领导，这各级领导，这个就是说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我是非常的感谢，这个是真的是我是感激不尽的了，这个我就没法可说了，我接着我也不是下次不是我也不会说了，这个把生产搞好，把这个让日子啊越来越富裕起来，我有这么大的支持，我有多大力拿多大力了，最大的那个我就更得好好那个了，好，这叫倒流光的，你来，这个不一样，这个比刚才那个我想说，祝您春节快乐啊，谢谢。好，那你们全家这个春节过好啊，春节好，下一站啊，走。